里面的罩杯是全部车缝死的，然后它是做这样子的，大概 0.5 到1公分的软垫，它这边有个拉链方便大家穿脱，基本上应该是 M 号身形的女生才会用得到这个，刚刚我是直接就可以穿脱下去了。夹口夏天很热嘛，我们不要过度紧绷过度高，所以呢都是在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定位当中。这次的荷叶很特别，你一定要认真看，它不是规律的，然后呢它有帮你做一些不同的打折跟胸线，有没有看到上肩这里它有做一个松紧带，有没有做一个松紧带，就让肩膀比较窄小的人可能可以就是拉一点点漂亮的斜肩。我觉得这件衣服穿下去很凉，它是雪纺材质，然后呢整个的空间感啊胸围啊我觉得都还足够，然后我自己是蛮喜欢它的长度的，它刚刚好是做那种正常腰，就是有点偏稍微微短一点点，也是可以盖到一点肚脐，所以如果它不要扎，就是单纯这样下面搭一个裙子，或是你们要搭西装裤然后搭牛仔裤都非常的好看。